光头强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嗨，强哥我能有啥事儿啊？你看啊，我这冠军也得了，待会奖金也到手了，我现在可是人生大赢家。你没事就好。哎，等着啊，俺去给你拿点吃的。我难过个啥呀？啥元宝乐天的，还是奖金实在。嗯，这是乐天。哼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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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熊大，你咋来了？俺先走了哈。你给俺站住！又惹我们了。要不咋叫狂野大陆呢？这两个人怎么还没吃完？啊！他怎么了？熊二，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？这熊二别闹了，赶紧跟俺回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他身上没变声器，肯定也有问题。不见了！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啊！熊二，哎，小可，你咋在这儿啊？小可的队友被神秘人抓走了。已经通知园区了，还在等消息。怎么会这样？光头强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找汤姆帮帮忙。嗯。哎，这是啥？乐天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为啥在我这儿。抓胖胖和猴子的那些人身上也有这个图案。哎，难道这事儿跟乐天有关？在这绕了好几圈了，也没见着那个风车呀。可是，就是这儿啊。哎，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哇，你怎么又变了？这快跑啊！
这人也疯了吗？俺不怕你。成纸片儿，你们快来，看那儿，这是谁住的地方？这边。咦？今天天可真蓝呀。爸爸带我去大森林玩了，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好开心啊！我希望爸爸多笑笑，就像他的名字乐天一样。乐天，看啥呢，光头强？太阳公公没出来，就能出去玩。一点都不开心。我如果变成小鸟就好了，那样我就能飞到大森林去玩了。我把愿望告诉了爸爸，他说他能办到。我相信爸爸。今天是我最最开心的一天，爸爸送了我一个特别棒的礼物。天先生和乐乐，难道这是乐天家？爸爸一直希望你能好起来，可你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爸爸会永远爱着你。咋了？乐天没有骗我。啥？他说他有个女儿，但没想到他女儿已经不在了。他是信任你，才给你这个。你们快看！这个标志，变形机是乐天发明的，他是个科学家。你们看，原来狂野大陆是他俩一起造的，那汤姆还抓乐天，一定有原因。这是，
超级变身后无法变回人。那胖胖猴子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迈克，怎么又变了？我不是骗子，得阻止他。我知道了，超级变身会带来危险，乐天是在阻止汤姆，所以汤姆抓了乐天。恐怕你朋友也是汤姆抓的，他要掩盖这些事儿。那我得去救他们。可他们在哪儿呀？汤姆他在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光头强，这车还能水上开呀。光头强，你的巴士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群主功能随找随到，坐稳了。光头强，黄牛的变形器给你，正需要呢。汤姆的总部大楼到了，行动。光头强，你飞快点儿吧。熊二，我现在是插翅难飞啊。大力哥，他们到底是怎么了？汤姆说这是些小状况。哦，可为啥用了超级变身的选手都出事了？难道这产品有问题？再胡说，罚你做100个俯卧撑。原来那些参赛选手是他们抓的。哎，光头强，你去哪儿啊？咱们分头行动，我跟着他们。你朋友肯定是被关到了啥地方。乐天在哪呢？乐天，好久不见。汤姆，坐坐坐，别急啊。老样子，咖啡不放糖。你都看到了，狂野大陆现在非常成功。我也很高兴你能回来，可你却来偷取我的身份信息。你想干嘛呢？因为我必须得调查清楚，超级变身明明被我销毁了，为什么又出现了？这么好的技术，我怎么会让它消失呢？新技术都是有风险的，敢于尝试才会进步。你难道忘了吗？人一旦使用了超级变身，很快就会丧失心智，用不了多久就再也变不回人了。霍普，调出分析报告。收到。霍普可是你发明的，你该相信他。你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早就解决了。可我亲眼看到主播手出事了。元宝，你放心，他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家有多喜欢超级变身吧。当初我们一起创造狂野大陆的时候，不就梦想着有这么一天吗？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闻着像是熊大在这附近。这是什么地方？
熊大，哎呀，你咋这样了呀？你快醒醒呀！别急，他看起来没事儿。熊大，你咋在这儿呀？到底发生啥事了呀，熊大？啊，你快告诉俺！这里太危险了，到处都是怪物，咱们快点离开这里。胖胖，猴子，可怕了，汤姆！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，算我求你，现在停止还来得及。你的顽固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呢，那只能请你离开了。汤姆先生，不好了，那些选手都控制不住了。你都干了什么？霍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请放心。我会搞定这一切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……你干什么？给我！你这家伙，变形器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销毁超级变身，你休想！不对劲儿！啊！还是那么死板，再见吧，乐天。来的是时候吧，我们得找到光头强。哎，光头强，乐天，熊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俺被当怪物抓了。小可的朋友还有好多人都成怪物了，你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。那你呢？我要拿到汤姆的变形器，让大家恢复正常。乐天，我帮你。俺们也帮你。喂。你们当我不存在吗？把他们抓起来！去拿汤姆的变形器。